ထုတ်ပေးထားပြချကြည့်ပေါ့နော်လေဗယ်အမြင့်အထိလောက်ဆိုအရာအသုံးဝင်တဲ့ဟာနေ့စဉ်သုံးဆက်ကပြောဟာရှစ်လုပ်ငန်းခွင့်ပိုင်းမှာဖြစ်အရင်အသုံးဝင်တဲ့ဟာနောက်ကျနေ့စာတင်နာမှာအတန်နားမလည်လို့ရှိရင်နည်းနည်းတိခတ်နော်အတန်အားန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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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အတန်အဲ့လိုမျိုးဖြစ်နေသေးလို့什么时候就是北中啊北青啊撒娇那我们基本的老师我们拿上去啊你们让台湾来嘞哎你们让丢啥在哪嘞而是你北青啊你妈比别人来了嘞，啊你别让命拉上多啊嘞，啊你别让一股多点哪嘞，哎，路没有白头发说的还没有，他一关键是你那都懂了，所以他也是一种态度，表露哑巴了，一弄就是哎，今天明天，哎路代表过啊，老师说哎路 subject，那么来点 time 就是什么时候给我表露呢？他可对他嘛，他的老师说换说的，就是一线换说的。time 过先不要不批了，这都那么我说哇来不及了，就是马太子了，因为什么时候就是换的爱情的被动啊来批的这都嘛 original 过先带马说的哈巴比达批多来这，那么马说的太太子了，所以说对他嘛，因为他就是换片的了，那。grammar type 就是说 subject time verb object 不，代念嘛，就是什么时候所以哈里表动作了不哈。比如说，你认识他，什么时候我票不来？认识这边个，就是 community 的地址呢不？认识，community 的地址呢？认识。比如说，老师那里的 community，我认识老师。哦，我认识老师说，啊，老师那 community，我认识他，啊，都有 community。哎，罗桑德斯牛马哦，个现在是标准哪不着？你认识他，你都有印尼的。哎，罗哈牛马，你白龙江都印尼啊？来说，白龙江哈巴拉钱来着？什么时候拆拆来有吗？哎，看嘛，你白龙江都有印尼啦嘞？你什么时候认识他？那老师啊，什么时候你啊嘛？王祖你啊嘛？皮特啊嘛不？我白清白清，你有我表不？我白龙江都有印尼的。比如说，我们那个都有印尼啊。我龙哥的话，龙哥的那个都印尼啊，说的哈不？啊，老师我变皮了。我去年的时候，哦的时候变皮了。我去年的时候说，去年啊，老师没那个，去年说没那个爱情啊，没那个爱情啊，老师说啊，路么都讲，脑变表明，没那种啊，说的哈没有皮鞋的，脑里表的的时候啊，就来拆啊不？嗯。我去年的时候认识他，啊，弄个嘞那个，没那个不，哦，我们那个读过印尼啊。我去年的时候认识他，那我们一般 practice 都在前嘛，没得没得写啊不喏。你什么时候认识老师？你什么时候认识老师？哦，我们那个老师那印尼啊。我去年的时候认识老师，我们那个读过印尼啊。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比如说，那个，兔尾爷，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动物爹不，他们两个是认识的。那我问兔尾，你什么时候认识他？你什么时候认识那个动物爹？我下个月的时候认识东儿的，哦，上个月龙哥的哪个？上个月的时候。我上个月的时候认识董伟丽，我们谁哪个龙哥的哪个董伟丽我认识的不？哦，那老师啊，请个那年嘛，老师这下哈表明董伟阳龙哥的那个，去年就是没那个，谁那个不咯？今年的那去年啊没那个，龙哥的那个叫老师前组的好谁嘛？去我前两年认识他，我前两年认识他，后是。龙哥的懂那个，前三年认识他，后是龙哥的李那个认识的，我前四年认识他，后是龙哥的俺那个，我前五年认识他。龙哥老师不想懂龙呀，所以老师你这呢不得比老师讲哪的，老师 this year 今年就是今年。我当然老师啊，没看开吧。This year 就是老师啊，今年就是老师啊，今年没多少老师啊，啊，把我变这多少嘞？好，明早去交那的，没对着我呢，没懂这碰面多少片。没那个 last year 就是去年，但是没那个也是龙哥的那个前太太前两年。
认识他，能耐的懂那个前3年认识他，能耐的理那个前4年认识他，能耐的俺那个前5年认识他。那老师介绍的了说，第一年嘛，表明春节是老过着，长大以后特别差不？有个人老师讲到的是俺家大牛动物养特别差了不？要么那么的好，那就是。那都可我，你被扔到北京来了嘞不？你什么时候？你来北京？你北京我来的，哎老北中啊来咋嘞？北中啊就是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来北京？我昨天的时候来北京了，是吗？都木，咋啦的意思？零点五变起来这老师的时候我都没有，第六没有门那个肉，门两个肉，肉还没有嘞，眼睛那么假的还得睡。记得带我带的都有没？我昨天来北京啊，没那个北京过来的。那老师，你什么时候挂过多少门呢？在哪点过课？你别弄啊，台湾过多大嘞？多的呢？你看哪的毛不？多的。老师，你别弄个台湾过多大嘞？不如美国地上呢？数几年？老师，你什么时候去北京？No，台湾。台湾，老师，你什么时候去台湾？老师，你什么时候去北京？那老师，弄个的可能你个，那台湾过大的，刘老师啊脾气呢？弄个的可能你个，台湾过大的，那温水一样。看7年来台湾。我的。去，前7年去台湾。我前七年的时候，年半的时候都还没入厕所，比较多人呢。我前七年的时候去台湾，老师昨天录什么，明天录那里所以的时候都这样了。你得说的时候都还没入厕所，都比较多人。零点五个，你干啦？零点五个，等一下吧。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嘛，不如比如说哪场玩了，对比哦哪场录。过路刚来骗你，哪场的呀？我第三代给我东端了，妈的，所以看那截屏，我老师说这嘛，为难不？我前几年的时候去北京，好，那老师说张大姐时候，东家，老师干比如来不呢？马来西亚不？东莞的可门咯？比个普惠啊，爸妈妈比如呢？你懂我的，美国也没嘛我懂我的呀，老师啊，美国没嘛懂我的呀，PM 嘛不喏，你什么时候去马来西亚？我去马来西亚，8P 去哪里啊？PM 过3个月去了，老师去月去了，三三。个月没这样的。弄个的那个哦，那老师弄个的那，就是我上个月的时候去马来西亚，我上个月就是弄个的那个哦，我上个月的时候去马来西亚，那弄个那个没离峡谷多的不？哦，所以老师你们什么时候懂得呀们？哦，那你们明天啊，罗今天啊，罗谁呢？老师说昨天的时候冬至呀嘛，罗个今天冬至呀不？那老师说明天白，老师说早上呢，上午属于那没有去的，不罗去那嘛早上，不罗去嘛上午都能做。一般是冷个阴冷个的嘛，老师说上午呢都那没有去的，阴冷个。比如说老师讲到的放着火鸡呀，老师讲到的声音感冒，老师讲到的啊西，老师讲到个啊对秘书不，secretary 啊对应付啊没啊，今天 meeting。去也是会找一边嘛，后面他三月的一副三月，一副三月嘛，面啊，四月去找一边嘛，哈。好比老师啊，今年不能拿，明年不能拿，也四月去吧的不？阿龙年就年阿龙嘛。好比面三月，今年不能是哪一样的，过哪一天四月去吧的。那面啊，早上9点，早上9点。到就是早上8点到9点，所以米一路米亚肉，龙眼嘛一些都爱这米亚，不如一样的说，上午8点到上午9点，
明天是哪一样的？过哪一组？比如明天呀、啊、什么？所以楼安摆你嘛不？老师前面说上午那到晚嘛？那老师说了些，明天到底多不了，快来说 AM、AM、PM 不？那上午就是老师说 AM 嘛？那 C 干 C 干的嘛？老师 C 干的明天到底嘛？那过哪一组是多不了一啥了？9 AM to 12 PM 或者什么？9 AM to 12 PM，上到哪？没那工哪样的？上到哪一天算了？说一 A 卡没有了，说那就是这边就是说上午9点到就是中午12点左右，这边没有其他的。那老师自己不要看嘛不？我今天上午要上课啊，今天没在张大爷们，张大爷们东路行了，一样的路。我今天早上要上课。再走了东风雅嘞，主要是老师用龙岩东南海轻易的念嘛，老师讲到的龙岩这东南海有的嘛，的那也轻易的看嘛，AM PM 都不好都要去呢，所以老师跑动嘛，上午动完嘛，AM 做了都不好都要去呢不，哦，那中午啊，老师 afternoon tour 生在哪一年的哪一家，就是老师你来吧，中午。哦，那 PM 说的我都要请了，说下午组的这边，那老师说下午了，这么有点写吧？那你吧，就是说，比如说老师啊，比如啊，我今天你懂哪一家路线？啊，你懂哪一？啊，叫啥站的呀？没不？我今天下午3点要上中文课。哦，你那老师的我今天上了哪一课？上了哪一课嘛？啊，真的呀？没，我今天12点半要上课，中午12点真的快。中午的老师真的哪里？在哪一家批这准？真的快，所以中午人嘛吧。所以我今天中午12点半要上课。啊，你来真的哪一块？真的没，所以地差不？你们那班的老师白请的白请的，为没有？没那一样差的钱，老师我们在班里老师阿勇这这钱么？阿勇这这钱啊，老师真的认真你们读耶。啊，这看见你那地上啊，阿勇这这没有写，他说老师对你问你错干吧？对，老师对哪么了？那俺那看见俺那一生啊，啊看见了俺那地上啊，我阿勇这这钱，大家老师都你问谁咋钱？我记不着了，这老师那对么啥呀？那老师一般老师唱哪一个啥着吧？漏掉一样差的钱，说中就是唱哪一？那没那唱哪一你老师生产哪一也是说完了，生产哪一还是国民的，就是老师讲那比如路亚的那些掌声。好，那中午呢？生产哪一你的哪一天？生产哪一你的哪一天？老师讲那比如路亚，这是中午。那在哪一你老师你礼拜在哪里白请题片没有？你问那题，你问那就是老师俺那一块呢，俺那一块问题嘛。那所以老师你问那请题，俺那一块俺那一里在俺问题，就是老师说下午。那你啊就是老师你问哪，你要敲哪里没没请，就是老师说没没请就是晚上。哦，那老师讲哪里？老师是昨晚说的，老师晚上好。老师说。啊，前天了，老师对比了，我们说了，咱们老师没对，那叫晚上好。那老师讲哪一种没？good night，那么 good night 比较比说，老师边边比较表现么了？good night 比较比老师讲到的给 A 着嘛喏，晚安，老师晚安。这说话老师比老师晚安比较比啥意思？比你的，那就是你那先不要说晚安，晚安比较比你爸表现么了？晚安比较比我都给 A 着嘛喏？good night，过岗了呢，过岗完了呢，哦，朋友的哎，晚安。哦，比较比说，老师都给 A 着嘛？晚安，good night，爸表现么了？所以老师弄个外嘛去，就说老师讲那个，你得懂哪了就懂哪，你得懂哪有你的江山。早上3点属于东路亚了，没有喏，所以老师请假了，东南海西也好，得查了看目标在哪么喏。比如说老师讲到的上哪里，下午12点属于到东路亚了，没有喏，下午属于老师白天，所以老师白天也白天，东问的说了彻底啊，那万一就是老师敲哪里白天去的，就是上哪也是吧，哦，上哪也是吧，就是早上上午的晚问的，你来万一就是上哪里的哪一堆。那是中午的嘛？喂呢？那下午就是老师在哪里闹掰么？在哪一样的老师被请去了？你问嘎啦题，就是俺那里在俺那里闹掰么？弄俺那里闹掰么？那晚上就是唱哪样的？你要没没请就是晚上，这个晚上这个 A 瓜比 Good night，哦晚安了这个 A 瓜 Good night，哦，到老师记得我掉点嘛？但是老师是给表妈都问的说他龙岩掰么的这孩子有什么地方的都问的哈里里不？好，你什么时候说错？老师不要了哦。什么时候美容啊白钱呀？拉比那的苦，什么时候股票来？你说周围你丢啥的呢不？或者说你丢啥的呢？他说你被动啊丢啥的哪嘞？你什么时候学中文？那老师讲哪的？第一站的老师美容啊丢啥的呢？说老师说过呀你老板呀丢啥啥的？那老师的现在几月？现在就是7月嘛，可能老板呢？那老师。
19년이 남아 19년이 소리라서 리나 차고 동랑 비와이라 소제 어나 롱에 동라가 어 롱에 那老师记得嘛？伊他那个对么概括？那老师讲那龙哥的懂了，告诉了哈没有？说说龙哥的好了，说不如懂了。钱好懂了，三个月假期懂了，表姐呢？match 了，表姐那么 match 了，所以三月呗。哦，match 了，所以三月呗。老师说假期懂了，表姐那撇着三个月，我实际。答案就是 long k 的东拉个前三个月，比如完了的时候，我前三个月的时候学中文。Subject 答案 where object 我 subject 前三个月的时候答案学 where 中文 object 我前三个月的时候学中文。那 long k 的东拉个丢啥的呢不？那老师讲到第六群人压路，什么时候我特别动怒呀？嘞，我是前三个月的时候学中文，啊，两个月懂了啊，有啥的嘞？那老师啊，立马讲到，可能这个是泡泡朋友对比群了，你呢？猜啥？我那他那啥动物那个有啥的嘞？不，那个就是年嘛。我那他那啥动物讲到的不是怕这代2023年左右怕谁呀嘛喽？得老子怕没？可能这个是谁？马上。没有每年嘞，都拢是拍。我2023年的时候学中文啊，那他那啥动物那个丢啥在哪不？那老师的老师，你什么时候学中文？老师你丢啥不了？老师学中文应该是，我自己忘记了，1993年加十。我可能是2000年吧，哦，学年的时候学中文，哦，那唱哭你，那唱哭你怎么好了哭？那唱那哭你谁呢？哦，2002年的时候学中文，哦，不管是老师说啊，那告诉你老师讲的，什么时候呢？不等于懂得不明了呢？那老师讲的啥讲的教的教？完了，你白龙啊，刚忙在哪嘞？录表吗？什么时候可是？答案比较多哎，再讲一次。是这样的。再讲一次。喂，再讲一次。你什么时候学开户？你是什么时候学开车？哦，那老师讲的比较皮节的有，俺弄个这，那那个，感冒的呢？都在有。我新学年学开学，哎哎哎！我我前，等一下，前2年的时候，前两年的时候学开学，好，那的时间太，你为什么这边啥在哪嘞？你什么时候学日啊？日文，日文，好，日那文。就是啊。龙哥的那哪个？哦，龙哥的那哪个？这边咋的呢？我前2个月的时候学日文，好，那老师讲哪的？你别弄啊，把漏着说的好，老师懂得嘛的？好，他说的是哪个苦？的哪里么好拍呢？你们呢？的一千个哪说的好没有呢？啥图动物园说好？老师讲哪里啥没动机啊？老师讲到这讲，那前面你别弄啊，谁多啦嘞？你什么时候去市场？你什么时候去菜市场？那飘飘，我的你们呢？谁多啦？我今天早上去菜市场。我今天早上去菜市场，这边呢水果多了，你有没有懂我呀？哈，那所以老师，你那里嘛，我你们那地搞老师的好了，老师懂我呀？
地查不？所以老师，那那个困难大概就这嘛，得叫地查没？德隆地查没？2023年，那老师那些嘴，那他们那是冬过年，所以老师现在是2023年嘛，好，那么，你什么时候出生的？我那他们那个没法嘞，得叫地查没？那他们那是2000年模糊，2000年时候出生的。我这老师参加我们班的，有老师表可能这个月拍崩盘的有呗，别别了。所以龙哥的那个上个月就是龙哥的那个，所以懂我的表情了不？我龙哥的那个马来西亚来给的，我上个月的时候来马来西亚，我龙哥的那个马来西亚过来给的上个月。好，那你们说都是嘛嘞？老先的，你老先的定下呗，什么时候答应你那啥？你儿子什么时候他下班？老先的，你什么时候下班？你不知道老先呀么嘞？那我娘是哪一老先呀么？娘就是老师说娘别的八卦了，晚上的八卦别的。那我晚上8点下班，俺娘是哪一老先的？好，那老师说啊，真正的呢，表么个东西呀？我讲哪的呀？那个Nora，你别让阿丹这样嘞。你什么时候上课？你不是什么时候上课？那没得呢，我们那姑娘也阿丹这样没。我下午9点上课。我上午9点上课，后脚说我早上9点上课，他们又弄东东呀，哈，好，那就是北京，那没怕了，说实话，表达不，你什么时候出生的？出生啊，老师啊，没怕的，bong，爸爸那么得帮了，老师看看那表人，very educated，脑棒爸爸得帮哈，你们说没怕的，没后怕的，出生啊，这边个老师没怕的，对吧？very。老师，我表姐呢？你别说没话题毛病，你别说没话打嘞。南边嘛得确保 Santa Scott 来了，所以老师得帮面，所以没差不。For educate 南边亲爸爸，对吧？所以你什么时候出生的？你什么时候出生的？那什么时候你啊嘛？老师说他挂骨子懂啊，没人。我1993年，没后不呢？我。1993年的时候出生的，那老师讲哪里啊？老师说没记啊，讲哪屁屁没？老师说没公没没没先到忙吗？你什么时候出生的？我是，2010年出生的。我是2010年出生的，对吧？那他的时空的嘛，木业不？好，那李李，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我，哎，我1996年的时候出生的。我1996年的时候出生的。哦，对。糖果果在查空的嘛，没法。所以老师啊，偏嘛，那呼吸也不能。老师一查自己啊，我1993年的时候出生的。第二个就是我是1993年出生的，是特别表的流行的了，是没配的，比如你表的流行不？那张龙是对的哦。所以老师的那张龙一边查的，老师白瞎个对，白瞎个错，那张龙的对的。有的人说我是没八百的，我1993年出生的，但表的了，这就露脸了，我是。1993年出生的，阿瓜老师 grandma 呀，龙啊虎 grandma 呀，我算了不咯，阿不话说 broken 是给表算了不，可是老师啊虎是给表个三木大学那牛龙等下啦，皮来着，那牛龙的表面了不，所以老师那牛龙迷路呀，哦，那老师的什么时候能把的表叫那要么那么的，有没有问题？好，那老师接下来还要看。什么时候？说实话，老师，什么时候要 white object？怕不怕拿来说？要不吧啦嘞，说实话，老师什么时候将我们表完了？直接看八八八来说要哦，要 plus 要吧啦嘞，要不老师起码等他嘞，要吧咯，没漏漏没漏牙没，所以哈嘞，没米的啦不对。你不要台湾多没嘞，说是多没漏嘞。你什么时候去台湾路东哪去？你什么时候要去台湾？你不要台湾多没漏嘞，没漏吧啦对。要去台湾，爸妈开开的美工红包，要可以就过来吧，你嘛，说算了不？
你没弄啊？不往房里那边，就说讲到这边，你没弄谁多嘞？你没弄谁多嘞？大家老说多比多呗，谁没弄谁多嘞不？哦，多没漏嘞，没多呀，对着下面哪个旮旯表情的孩子？我说要过过考嘛？你什么时候要去台湾？比如说我明年要去台湾，明年就是 next year，明年个说说，比如说8年咯，去年就是明年个。没漏呀，对，哪个啊？对嘛？啊，我啊，哪个嘛？哪年台湾大门路？我明年要去台湾啊！哪年台湾大门路？好，那老师讲的造句一下，听见了哪吧？你别到，就是 Brazil 大门路嘞。你什么时候要去巴西？啊，你什么时候要去巴西？你不知道巴西多少路嘞？啊，那我明年要去巴西，俺那是巴西多少路？给我再点东路呀！好，那我明年要去美国，巴罗，俺那是美国多少路？那你得那不代表说多么多路嘞？Seem likely 不咯？今年、明年、明年、那年、那那年，再连年。比如说，说说张大表，俺那年你台湾多不走，我明年要去台湾，俺那年你嘛，所以老师张大表略经济啊，妹妹，俺那年你值班多么路？我再连年要去台湾，日本，日本，日本。我在连年的时候。嘎拉孙的时候多少本本明年，我在连年的时候要去哦。那个，起码到时候我们拆了亚洲亚吧。我在连年要去，那么老师也习惯我，老师说离那目标近，到时候我拆了应该是比较好的。妈嘞，我明年要去台湾，起码离那那那都吧，就说现在请嘎拉为了还没有跑遍去那看嘛，到时候我表达不表。这个没差不多，我在连年要去日本也蛮弄蛮的。可是老师你呢？我在连年的时候要去日本是比较，哦，这个表演比较顺，不会错的路吧？怎么的？所以啊，那那那假如行，别过别过多么路，那过你们要来太嘛嘞，那么太呀的。所以你什么时候要结婚？结婚就是老师了，来太的明个啦啥的，marriage 了的。哦，什么时候要结婚？没漏呀，得漏嘛！大家，你什么时候结婚？说去，你什么时候要结婚？那我那年来查找嘛，明拉桑诺嘛，我明年要结婚，我明年要结婚，我那年明拉桑嘛，你们让他们啥嘛嘞？大家，你干啦那么塞诺？你什么时候要吃饭？你他们啥？你身边谁了？你他们哎，你们让他们啥嘛喽？你什么时候要吃饭？你什么时候要吃饭？我等一下要吃饭，你们老师讲到你这个弄得没啥嘞？看那你啥肉吗？我等一下要吃饭，我等一下要吃饭，那看那你他们啥没？他们啥没路？那看那你啥没不？我等一下要吃饭，那看那你他们啥没路？他们啥没？所以这边不，你们没路做啊？这个人老师没路变比较不比较辣呀？那看那你他们啥没？我等一下要吃饭，那老师讲的没记啊，讲的了没工楼记啊，那票位你没有印啥一码嘞？你什么时候要写作？作文、做印啥作业？作业。好，那难的那一段，我看那你印啥一码？我等一下要做作业。一码。漏嘛吼，啊，我等一下要写作业。哦，我等一下要写作业哈。那老师 A Z 票，你别到，你别到，你别到，哎呀，他妈嘞！好像哎呀，他们这样子念着呢。Sorry，你别到啥叫嘛嘞？easy 票，他没来上课，老师，easy 票今天没来已经上，请假，请假了。是，
今天怎么没来上课？好，弟弟嘞，你买了啥奖嘛嘞？你什么时候要 A 班二背书？你什么时候要背书？好，那老师讲的，挂骨加嘴皮。我等一下要背书，我看看你啥讲没？哎，你怎么懂了呀？那老师啊，上课 attend 的，attending the class。上课老师 attend 摘要的，课就是 class。讲讲，第一次啊，咱这里就讲到的，比如表来说，上课中文说表来，明早去表家不？上课中文是有上中文课，快乐呀不咯？上就是老师啊，这里 attendance，中文课就是老师啊，Chinese language，上中文课，第一次啊，咱这里，啊咯，第一次啊，咱这样来这里不？哦，老师讲到不录表吗？第五关把这那什么啥弄了？啊，第六咋站这样来在的？那个，不，一滴不。我喜欢上中文课。我喜欢上中文课。好，啊，第六咋站这样来在的？那老师，你什么时候要写作业？你不是一早写嘛嘞不？哦，那老师你们叫念你录一下嘞，念你就是下午吧。我下午要写作业，啊，念你一早写没录？你不是写多少没录嘞？你什么时候要去菜市场？哦，那我们那是哪一阶段路？我早上8点要去菜市场。我们那是哪一阶段路？你们要变了嘛嘞？变了的就是回来，回来。你什么时候要回来？你什么时候要回来？你们要变了嘛嘞？我中午要回来。中午就是你的生产哪呀？你的哪一家？我中午要回来，啊，你嘞？变了路，所以老师这个是什么时候呢？不对的语法，grammar 不对，有没有问题？那老师什么时候嘛？一个是什么时候 first subject，sorry first object，一个就是什么时候要 first object，那酷需要不？怎么弄？好，那老师啊，一起分嘛，一起分嘛，就是老师啊，就住住户户弄嘛不？一起老师一就是 together 啊就住哇。都括号啊，就录弄嘛，是吧？这边没有一起 find object，啊，就录 find 嘛，把这录 find 来说，一起啊，就录啥嘛，就录大嘛，就录拉嘛，就录一嘛，就录 A 嘛，就录 G 嘛，就是一起啊，就录。哇，一起有票来，我们吃葡萄，俺录是别的啥的，我们喝酸奶，俺录挣钱到的，哎，录哈密瓦老师讲嘛，一起太用力呗。subject 那么一起来了不？那第一个，我们一起吃葡萄，葡萄是什么的？葡萄是什么的？我们一起吃葡萄，还是什么的？就啥？那老师讲到第二个，老师什么的？你要买的啥哈表？我们要买咖喱。那就六八三嘞，三的这家。我们一起吃炸鸡。对，我们一起吃炸鸡，然后叫做嘟嘟啥没？好，第二个就是我们一起喝酸奶，酸奶就是点心，然后点心嘟嘟倒没？我们一起喝酸奶，点心倒没？啊，老师讲到这啊，倒几样啊？一滴滴问，一滴滴么呀？没有这么的呀？我们一起喝红酒。红酒哦，玩就入到嘛。好，那老师写的作文这边个啥是啥工？essay，我们一起写作文，我们一起写作文。俺入 essay，俺就读写的，我们一起写作文。俺入 essay 就读写的。那老师讲那标记啊，素经连 essay 连嘛的啥？我们一起学语法。哦，我们一起学语法，俺入 grammar 就读一枚。好，那老师表演播就是比赛，我们一起看比赛，俺入表演播就读记不？那老师讲到这比赛，我后边把记起来，记起来记不？文学一样。我们一起看电影。哦，俺入就是悠闲就读。几面不？好，我们一起看电影。然后有内墙就是个是看那个啥关，就是 Happy World 哈，Happy Zone 啊，路还没有。有内墙看那个啥关，我们一起去有内墙啊，路看那个啥关就大呀。那老师讲到第二个多少钱的呀？多少动物的？我们一起去公园。哦，俺们班长就多大没？
好，运动，运动，运动就是力健康，我们一起做运动。做阿拉说楼顶，阿罗阿嘟嘟 exercise 楼呀啊，我们一起做运动，阿罗嘟嘟力健康楼顶不？得到五标记啊，运动量嘛的差。我们一起煮菜。我们一起做菜做呀，我们一起做菜，阿罗嘟嘟听前面不？好。那画画，画画啊，不计算的。我们一起画画，啊，肉嘟嘟不计算的。那老师啊，啊，嘟嘟把我们来画画呢嘛，挂我这下太标记不？啊，这时间太。我们一起唱歌。我们一起唱歌，啊，肉嘟嘟的清楚吗？那挂老师啊，电脑，够没到东北不？我们一起用电脑，够没到嘟嘟东南不？那老师讲那够没到啥的恰哈东亚昂苏迪瑞。我们一起用手机。哦，阿如阿猪猪，我玩风过东亚啊，哦，啊，老师这个是老师啊，一起分嘛，说的哈，那老师丢啥嘛，不能一点也，或者你还找到啥办嘛？那老师这个是老师 HS 给读嘛，我们下面的中注呀，没有啥，一点嘞，有点啊，那可惜了，一点啊嘞，奶奶，有点啊嘞，奶奶，那个就是当初就是啥类的单么？啥拍的卡嘛？一点属于龙嘛，拍不？八的路嘛，八的路就是一点儿，二个就是有点儿，一点儿有点儿，一点就是奶奶，二个有点啊嘞，奶奶，这苦个悠悠长长懂了哈没有？奶奶 a little，那这苦个 a little，咱们都要叫到谁看啥钱嘛？懂了？叫有点，周一老师讲到微分快点啊们，别下个谁看啥钱嘞？别下个悠悠长长懂了哈嘞不？然后说快点啊们，就是我想要啊，我想要再一点，我看他赔了。我想要菜就是八肉啊，很有钱的，或者什么啦？啊，很有钱的。然后我如果a little 是不是？奶奶 a little 再一点菜，很奶奶太有钱了。到底老师不如比我们来说，老师牛牛逼sorry 练词呢？阶段里呢，比如啊，偏多一点，就是。那我也是嘛，太大不？我想要加一点菜，那现在那菜六千呢？现在那菜六千呢？看嘛，这菜估计谁看咋接了？行啊，得没？好，行啊，得没？谁看咋接毛不？现在那老师欠那个，老师人员拿表嘛不咯？老师谁个欠那个？谁看咋接？你把住了？老师的想要估计呀毛不咯？哪个搞问题呀？都抱着好。哪个岗位就比较亏了，所以我想要再一点菜啊，今天呢太热情的，只望我一点啊，奶奶再个老师啊闹腾，所以闹腾奶奶热情的是不是特别不？所以老师太巴的呀，奶奶说太太闹腾奶奶热情的嘞，我想要再一点菜。那老师讲到第二个标记啊，我一年呢太热情的嘞，一就是水嘛，那标记啊那个。签名啊！一年年老太热情的人。我想要再一点开水，好，我想哦，要我再一想点要水。点水。啊，我想要再一点水啊！一年年老太热情的不？好，那老师啊，他们那老太热情的老师不录表吗？飘飘。我想要再一点米饭。哦，我想要再一点米饭或是饭啊！他们那太热情了。那老师，我还想要，还啊对的，还想要说，还想要买，我还没把定，我想要买啊，我请的不？我说对吧？我请对的，我还想要买啊，我请对的。一点儿东西，东西个，哎呀，无处比行啊，比行那太问题的。我还想要买一点东西。啊，说老师讲那里要啥讲快讲速递啊，哎你奶奶，哎你奶奶，我也请的嘞。我还想要买一点衣服。哦，我还想要买一点衣服啊。那老师讲到那里要不要讲？一个毛奶奶我也请对的不？一个毛奶奶我也请对的。飘飘，我还想要买一点冰淇淋。好，那你妈家了。
倒么路不咱倒么路倒么？我要喝，俺倒么倒么路一点儿啤酒，俺比俺奶奶倒么？哦，我要喝一点儿啤酒，俺比俺奶奶倒么倒么路？我们叫要不咱那动态，那就是打字员标记啊。俺等级奶奶倒么路？等级就是酸奶，说实话比较多。那普惠标记俺等级奶奶倒么路倒么？我还想要 no no，喝一倒点。没呗，这么饱呢，叫不着呢。哦，我要喝一点酸奶。我要喝一点酸奶。那老师张大爹，我老师要离开他，爸妈路那么表表，怪我在这不着呢，表一点把那撒娇撇没，在这路怪我表。是啊，grandma 房就是想要不着那边东东，还想要不着那东东，要那边东东，在这只差房里面一起的动物呀，在这路房东就是一点把没，怪我撒娇噻，Nora。我能吃一点儿米饭，我还能吃一点儿米饭。我还能吃一点米饭啊！他们那撒奶滴的不好，可以的。没在呢，大家一点吧。我要煮一点猪肉。哦，我要煮一点猪肉啊！我打奶奶吃没不？哦，呀，那没现在忙吗？再一个，大家。我想要再一点冰淇淋。俺几个猫奶奶，趁奶奶趁六七的也不也可以。好，丽丽，爸爸嘞，我要吃一点儿苹果。我要吃一点苹果啊！本地奶奶啥没不？好，那老师讲到刚刚都得没老师用句，好，到时候再看啥这里，再看啥这里，等会儿老师讲到这边，懂得了，你把讲的时候再看啥这里，这个生产啥这里个对着嘛，动物园还没有撇着的，因为生产啥你把它的 focus 叫做面的话，没电它也没有，我咯，它啥哈不一点叫没有动物园，所以老师生产啥这个，讲到我家朋友这不奶奶看的，有点就是老师有着农部来看嘛，奶奶呗，他们都生产啥这嘛懂呢，对下这呢，老师你呢，我家也明年有差别啥的，难过啥老师讲到问你的，比如说你那，老师那种书来的。啊，真的嘛，啥的那钱嘛？啊，啥米来钱就没有 GB 数来看嘛，没有会难过的。哦，我真的很难过。对他嘛，他的 HD 缺点的都工业表不缺点什么的叫我今天难过没啊？我很疼啊，不是说HD 打笔记是嘛，很疼啊，没老师等他笔的。哦，所以我今天难过，属于东林三德斯卡的老师龙啊妈嘞，我今天很难过，俺今天晚点把票了，老师数了不？好。比如说没有没有没有输来的，关键他没有没有挂，没有判断路径都不咋来的，没有没有我们背，没什么讲，关键那是难过，哦，没那没讲的是他们家眼皮的，关键那是难过。好，表情呢完蛋了，都没有写，开心也是表情呢完蛋的，快乐也是表情呢完蛋的，高兴也是表情呢完蛋，再打动这个都没有写了，说 HSK 关注的立马罢了，明年。哦，这 music 嘛，level 这 music 嘛，这 music 吧，所以老师要共帮衬一下嘞，开心、快乐、高兴，HSK four 嘛，这些名语呗。开心、快乐、高兴，有什么多？玩哪多？好，CT 开多，三星就是 CT 开多，难过他一个人面话嘞，难过玩你啦，三星啊 CT 开的，过去啊留的松都要挂，得松多少嘞？快快多少嘞？看嘛，三星嘞。明天没讲的难过，眼皮的是干面的，生产不标分数，难过的生养的，明白没有？很伤心，我奶奶，明天的木叉的必须的，没许多的看牛马嘞，我奶奶叫伤心，明前面牛娃的这种要送熊多来看嘛，谁替代我奶奶伤心？哦，那是难过他这个人面娃了不？好无聊，变异的无聊变异的是吧？不如没有变异的是吧？没弄着开教学，老师好 lazy 那么多。老师说，你来搂搂啊嘞，啥的呀嘞？我说开教学，你们搞那么多，哎呀人嘛，累你呀嘞哈，对我来说很无聊，因为平时也搞呢，怕搂搂啊么的，不方便搂搂你家撸啊瓜，搂么些不搂你咯。
没有拿哈没有，爬路路啊，没得有，还路没有边子呀，边呢很无聊，还有自家表姐路没去过吗？还路边呢哈没有无聊，好很无聊，好啊，体检呢？好像是老说哪个家嘛，你啊，你看啥叫不明白，到底看啥了？寂寞、孤单，那可能啊，老说什么呢？一个是寂寞，一个是孤单。我很寂寞，我很孤单。就是哪个家嘛，你也看嘛，老师，这里你漏呢漏，老师说谁漏交啊漏交啊漏交啊漏交，好像我外国才有记录看啥，然后弄啊说，老师给你几个人生啦，哦，我这些漏多少交，好像个个录都没停，老师就是个个录不，才有录不看啥啥，啊不是了，这里你中间漏不漏啊的了，哦，那么了也他能讲多，讲那边漏多，啊漏那边不漏啥漏。现在吃不了，啊，比你们那 A B I 楼多，依然住你家楼，好像你过不一个，依然体检的楼看啥了？寂寞、孤单，哦，就是老说体检了，好像来没那些，我都调查 A 嘛，你爱看你嘛，我觉得很寂寞、很孤单，把路路啊嘛得体检，你爱看啥子？叫做寂寞的孤单，老说的清凉些的，哦，多少路也寂寞的清晰的。好，那所以老说这个是老说看啥子的不？哦，情绪。那我今天。有奶奶问你的说的哈没有动起来不？奶奶问你的，奶奶，哎呦，我今天问你的就是两个，所以我今天奶奶一点儿呢都没有，有一点儿，我今天有一点，那么儿拆拆，哎么拆拆呀的喏，哦哎拆了没拆了，老弟三十几岁呀么喽，老说这嘛儿么巴啥哈，我今天有一点儿难过，我今天奶奶问你的，老说的把我气比比完了对吧？谁看啥叫好了么了？说难过，我记不住了。难过咋说？问你了吧？说今天你看啥了？模糊了，怎么了？大江老师说谁看啥叫太麻烦？大江老师把我懂了，有一点我懂了。好，那回家我今天有一点不开心，开心啊表现的。啊，老师说那个这块来的不开心了，我今天那么表不完了。那不开心么表就是老师把了。三年、三年看啥子皮带砖，有一点我懂了。好，我今天有一点孤单，看见你的啊，你那体检的都看啥嘞？我们阿皮的高院的看见的是，我看见路走了哈，看啥子去啊？喏，就这些体检的路掉出来了，有没有标的路看啥子没有皮带的？挂路上皮带，那就啊，你那不体检的，那孤单体检的，所以我说今天你看啥比皮带的看啥子，大家有一点的。好，你听老师说笑没笑？别在那洗来了，怕来说姐啊，这件衣服有点贵，连你啊，你那是几件手表？哦，这件衣服连几个有点贵。老师，这几件看啥叫往后了？老师把路有一点懂了，你拉没有了？哈，没，哎，你在这啥人住的？哎，你在这啥嘛？哎，你的清查的，好，哎，你的清查的，好，哎，你的哦。谁没没没苗？哦，多少钱？俺们的一年哪来的？属于干钱？俺们的一年几的？哪来的？六千来的？一年几遍？一年从零六八六了。啊，就那谁啥又给我来下？哦，就那谁啥又给我们来便宜了？都说的谁啥又给爸妈们面上，我都台湾妈说没苗。哦，就那嘛太啥了？啥又个？啊，就那下谁又那片来给我来下？谁追来追不到？完了，偏差。那多少没记录的，那后边是还把路设计的，没记录老师的，俺这边也是，俺这边也一年来几啊么？一年是来拍大路，然后走路表啦。你说一年来几啊啦？一年是来拍大大路啊？哎呀，起来着，你烦他啦？俺都说不说了，俺这边也把妈逼啊，今年来票的，你妈说老师一年的车，一年的车，老师台湾嘛，一年的车啊，包送那样啊，再说啊，门票嘞，送送嘛。那样子，可是那些报纸呢，专门说那样子，就是台湾你妈我那多得了说那样子买他那样子，不把我那报了说那浪费我钱买些。咱都说就要说算贵不？哎，路来多得了没有？那老师女的车吧，就是你妈老师包满些，等等老师这厂这厂子老师不把我这等，多赚没肉都说，这厂子这等叫哎，你路这路没有来了，我都说哎说，所以你哎呦哎呀，那我再的，我们哎你点啥的呗？哎你还是进来打手表。他谁记呀？哦，谁记呀？谁没记呀？对呀，不都啊对呀？咯，你说你那从票咋模糊了？今天看咋咋模糊了？然后，哎，你有记来的？六千多记来的？比如，哎，没嘞，哎，你啊谁记来的？说你也嗯，那瓜对瓜嘞？
哦，那我对多少钱呢？哦，谁记得对的看啥？看啥？哦，那个总票的啊，就你没肉，谁记录？那看啥就好了，没啦，哎呀，我出来看啥去了？就是看啥去了。好了嘛，年年谁记得没记住啥？老师，哦，那个你总票来着？他说，今年看啥呀？路，今年谁记来着？所以看啥？所以老师讲那的嘛，谁记得说贵啊？对呀，没把握，谁看啥去？大家们老师跑动了。 有一点东西，你们一点也拉都没有了。老师贵谁记得啊？但没里把张老师个看啥在路边啊嘞？老师说啊，不要，没年你谁记得没记住了？说明看啥在那送票的。好，今年看啥在那送票，比如我那个漏了多少了。好，那那么呢？这些东西 ，these things， 这些老师那个老师得没多少呢？名不要紧呐。 这东这个东西就 DBC， 这些东西就 DBC 就名片多少 this， 有一点便宜，说实话，老外老师不要便宜，谁包了么包不老是怕嘞？人家看啥去了？好着呢，把进来的资料，哎，没收过，谁包来的？另外我要说，过年的嘛，不要话的，过路就拿来改多，今天看啥的？看啥没？我们没有，老师我们那个送票的，所以老师就是便宜是什么？看啥去嘛？所以看啥去票的对，有一点多啊没？这些东西有一点。 便宜，要么啷么的？好，那老师，这些人，你录这个，写 this，实际上伢呢懂他的喏。你录掉出来，所以老师把人嘞，这个人，哦，你录掉出来，所以这个人，那说录伢撇多少的？这些人，坏个老师，没干部说的，没干部说的，老师讲到伢说没干部，所以老师把那东西不好。 没讲差别多呢，那老师讲到明年明年都没差了，坏坏也这边老师说没讲不说的，好说的不？这些人没讲不说的说，老师讲的，今年从撇的，你都没讲，我讲的说，好怎么了？你哪能没对呢？今年看啥比从撇的也撇的对，看啥在撇的对，有一点多嘛？这些人有一点坏，你读的呀，你那说的不？说的说没讲的努力没有表达不？好帅，帅就是错了。 要家里错了喏，没可能叫老师漂亮喏，美丽的喏，比如说你那文艺部还是小将，好，这些男人你要家里这个男人就是港女，哎，老师说明年懂他的，谁能懂他的？这些男人有点帅，错了没错不错啊，你那今年看啥比几啊的喏，好怎么了？比方刚完你送票的，所以这些男人有点帅。 第一，港女这个吧，反正奶奶错的，你妈说，你都觉得文艺不很帅，小姐很帅，文艺不很帅，小姐，你那多肉，今年你看啥？你来来来来，你在哪里？或者好，看啥叫做对啥么？那妈妈就在猜，没吃的很。今天，所以实际奶奶妈妈就在猜，就是实际喏。大家今天奶奶有一点想做，难道想是什么？ 难道奶奶眼的，没吃的很眼的没眼说，看啥子啊？没了，啥的？啥比今天看啥的眼来的啊？哦，今天的嘛，老师我那个送片嘛，看啥比啊？也打看啥来的哈？看啥去？大家有一点懂的，妈妈就在猜今天有一点闲啊，所以知道吗？一点注意那么重要。好，你今天吃的口水，你啥子？煮的面。 吃的口水，你煮的面说十几包着了，你吃的口水个，今天有一点辣，奶奶十的不？今天你吃的口水个，奶奶十的。所以老师你们讲到你们，我发现北京呢就是有点一点啊，谁看啥子的，白来看吗？有点都没有，谁看啥子没白？ 一点，那讲到你嘛，老师说说啊，比如有一点你嘛，老师二里嘛八分的表啊，讲到的刚才被查了二八为啥嘛？老师这个二二嘛八是三这撇写嘛咯，可是这叫三么的嘛？老师二里八里嘛，三么是个表嘛？老师二嘛八里八撇不？哦，再是我懂了呀，一点哦，对比三是这撇写嘛咯？老师二猪猪为啥对啥嘛？所以老师是阿妈讲了二里撇不出来，因为老师是个表外用不表，大白查了撇在这底下家了。哦，那老师查的表的查的，一点有一点啊， 这个表白嘛，俺们家就懂了不？那老师，哦，底下那不得表，哦，要多练习不？喏，那边没进步了的，哎，没进步行了。老师讲的，刚刚没压过。好，那老师最后一个语法，底下老师讲的，啊，固定固压的哈不？老师说，哦。
麻烦看着他摸我了，可以不能把玩法露牙的，可以啊，老师牙的，啥露牙的，可以吃，啊、哦，可以听友们，可以吃，啊，啥露牙么啦？我可以吃吗？那哎你嘛 ，object 太简单不？我可以吃馒头吗？馒头就是毛细胞，我可以吃馒头吗？啊，毛细胞啥露牙了？主要是你弄地他们一个毛细胞么咯？不嘛，有啥毛细胞呢？只有有啥毛细胞，么都是他的吃东西的，怕来说了，就是。老师把妈的也冒死把妈的第二张就是和中嘛，老师我把来查的那里面太念了。我们那个是报死梦，报死呢，老师话那么读我，好、哦，对差不？老师报死梦不要吗？啊，这是报死，包子，啊，这是包子，没读呢。这是馒头，住了。这个读的么？这里老师要分清楚哦。那个住的是，这是包子，包子，哦，包子，包子也甭在。这是馒头。老师台湾丢了馒头不？台湾馒头让么？台湾馒头只有丢了。老师台湾别丢一边就读呗。哦，馒头就是老师，老师把妈别，冒谁妈了？帮我别了，我领导，我弄明不嘛吧？老师把妈别冒谁吧？就是老师我当路没有一。就是老师把他捏把的都嘛漏他，然后他那回他就三毛那漏他呗。我们这个也是老师就读呗。可是读完教老师啊，哦，龙梦三没有漏他不呢？但老师馒头是底下读的是 breakfast， 你念啥家了？念这小学三没学读的是老师，没得啥你的啥念啥，东龙老外不要。老师多一个字也太差了呀！不知道学老师啊，不背啥漏呀？啥老师讲的不啊？台湾啥要考啥所以啊？不咱们还没在哪？老师馒头老师说好像俺姐没学台湾哪种？俺姐俺。东楼马上阿姐，老师没带你来呢，路边啥家，那都要馒头嘛。老师没有学不，可是老师比较高级的哦，或者嘛啥的馒头啊，老师都要亚大的啥，亏他没有理着学。那这是老师没马别馒头呢，不比较色色母学，就是看你几百把了啊。这个是老师穷大那边把了漂亮学不？还有老师就是没有或者一百年嘛，老师文商红白你呢懂的，这个是老师尤克里呢的啥弄他的馒头不？啊，也有这种馒头，这个是。老师还是一样馒头，还有这个馒头不咯？对嘛，有很老师第一有也馒头啊，老师没有的啥没有写不？那而且老师都做的第一啥漏的不嘛？老师目的也不？这是老师馒头，那个是爸妈都翻译来面所以老师还是算一种陌生帮手表老师表露呀，所以老师底下明天看嘛，我怕来说过单没有订单呀，没不咯？我可以吃馒头吗？啊，毛细胞啥路呀嘛？听见吗？馒头呀嘛？这下俺们还讲哦，我可以吃烤肉吗？还是烤鸭吗？还是冰淇淋吗？还是鱼汤面吗？那道路呀嘛啦？我可以喝咖啡吗？我可以喝茶吗？我可以喝酒吗？那个东路呀呀嘛啦？那是 request 你撇多不？可以去道路呀嘞？我可以去吗？啊，道路呀嘛啦？背过来寺庙。寺庙就是皮亚章，那是不知道把它皮亚章，我都有不讲目标了。不知道把它皮亚章，老师说那个那个什么佛塔，哦佛塔皮亚，我去了个皮亚什么皮亚，买了木皮亚，哦，但是不讲寺庙，我可以去寺庙吗？啊，皮亚章多路亚么了？一般是老师这句话啊，读个庙不可了，没有写，然后说提高就是寺庙不？我可以去寺庙吗？啊，皮亚章多路亚么了？啊，老师的嘛，一级的哈不咯？可以办，办也得别个老师啊，都 English dictionary 嘛，多少把路一查的说六度数一路路查不咯？那六度数人家说叫你来多少度嘛，叫来六的，可以办三月六呀嘞，把一三月打来不？对他们喏，一级的下来呗。我可以办吗？啊，三月六呀么啦？我就说，把路没有标准难说，你要办多少嘞？老师说路行，就是。credit 给漏钱了不？哦，我 credit 给漏钱了，老板，俺们表弟，哎，我可以办吗？我可以办这个吗？啊，三月六呀，老师，主要是你弄啊，哪里三月六呀嘛？表姐给让我表钱了，俺六呀嘛，六表钱了。咱们老师你把他编编下来，俺六呀，老师讲到第八页嘛，对了，我可以叫嘛，不叫嘛？然后
啊，老师你们啊，露露要拿着面的小王，我可以叫嘛，我拿东北嘛，所以老师的我可以叫嘛，东去拿么？是三月的，龙岗街上三月的还没嘛办呢，当然，那么这叫 credit card 啊，就一个，我可以办信用卡就是 credit card 啊，就一个，我可以办信用卡嘛？哎呦，老师你给人表情难看，就个个露露要嘛，拿着东去拿瓜，哼，妈妈路。可是老师麻将撸撸要么拿撸没动他嘞，爸妈撸爸他们边嘞，上面撸要么说没有叫拉动嘛，说撸，得给人递茶嘛。老师叫他拿来茶嘛，俺就要给撸撸要么拿撸老师动起呢。咱们叫他哇，匹马说撸，老师办呢，sorry 上月得说月，得给他对下上月得撸动撸了呀。咱们老师上月俺就给上月撸要么拿撸，就是啥颜色呢？对了。这个表没上，咱们来么站哪哦？老师讲到阿库嘛来呗，那啥卡啥说着，老师要乖乖别骗了，一边啥了？我可以办信用卡吗？我 credit card 露露亚姆啦，没办多嘞，都露亚了。我可以叫信用卡吗？False，哎，第二个弄嘛嘞？我可以办信用卡吗？我 credit card 露露亚姆啦，就是就有个露露亚姆啦不？好，拿了个 ATM 卡，ATM 卡就是提款卡，打卡。提款卡，我可以办提款卡吗？啊，ATM 卡露露亚姆啦，就是稍微露亚姆啦。我可以办提款卡吗？啊，ATM 卡露露亚姆啦。啊，拿着个没绑的，哼。绑的就是，山水一声声，风风四声风，身份增增四声增。身份证，身份证，身份证，身份证就是没绑的。我可以办身份证吗？没绑的用多啊，你看看没绑的露露样嘛，还没有不？我可以办身份证吗？身份证，身份证，证书啊，到底查不查？身份证，老师叫那也，路高一道，快边儿哈，路过也贵呀，作用快边儿也查不查？就是没绑的身份证。我可以办身份证吗？俺妈不的，露露亚姆啦，上月露亚姆啦。好，passport。我可以办护照吗？我可以办护照吗？护照就是 passport。我可以办护照吗？啊，passport 露露亚姆啦，就是上月露亚姆啦。好，居留证。老师讲呢，别那个嘛，问你老师 ARC 盖西亚嘞。比如说新加坡嘛，你新加坡 ARC 盖西亚嘞；台湾嘛，你台湾 ARC 盖。不管是老师 ARC 个，没有啥么读，啊，老多嘛 ARC，叫嘛 ARC，哦，啊，没有亏，ARC 个就是老师你台湾个不，residence card 不，哦，residence 个你台湾个，哦，我可以办居留证吗？居留证，居留证就是 ARC 个，爸妈都说你台湾个不，老师讲嘛，老师说是台湾嘛，老师居留证哪里啊？啊，老师哪个当某的？那叫老师居留证，那台湾哪有什么偏门的地啊们？我可以办居留证吗？那？俺居留证露没露出不露表么？我要办居留证，俺 passport 露没露？好嘞，我要办护照，俺没绑定露没露？我要办身份证，撇多哦。所以 grandma 把咱表们可以念吗？要不，那老师说赖着俺们。哦，那就是那老师今年吗？我可以去移民署吗？移民署，移民就是是 immigration 用不嘛露出一把哦？什么？那么啦，入木即介于什么谈呐？哦，那叫 immigration 哟。哦，那我噶路话了，现在好啦，入木以内无即介哟。哦，啊，immigration 用多么路？哦，immigration 就是移民署，移民署，移民署就是 immigration 哟。我可以去移民署吗？啊，immigration 用多么路亚么啦？哦，多路亚啦。我可以去移民署吗？移民署啊，老师讲哪一点了的呀嘛？移民署就是 immigration 哟，immigration 哟。那来个台湾，你也讲哪一点了？没骗你了的他嘛？那这是老师啊，丢路，懂我哈的？没骗你。老师不管别哪个，骗骗马来西亚，骗骗新加坡，骗骗台湾，骗骗 America，骗骗丢路懂吗？所以这个都是老师很重要的，讲懂我那哈的。啊，immigration 哟，移民署啊，你看那个居留证，passport。护照没绑定，身份证、ATM 卡、提款卡，啊，就为个信用卡。咱们老师讲到地摊嘛，信用卡呢，提款卡也挂下去不？啊，那一点，那一点什么？
但是话 visa 噶叫不落款嘞。visa 就是签证，那我写下面哦。OK。签证干老师的 visa， 我 visa 多漏不漏水？我要去办签证，我 visa 多漏不漏？我要老师等他一会儿嘛，不咱们我要去啊多漏不漏？好着么啦？啊多漏不漏？上月的时候，我要去办，我要去办。橙子，等一下，俺今天嘛，台湾这几天回来这几天，俺骂过没？等一下，老师立马把这里你办理啊！真的，哪里编一编嘛？咱出去现在还骗你？没绑的四分钟，那咱快点，他瑞雪奶奶 ，ATM 卡提款卡，我见面，好，那老师是在话出去是那些方面的做法，老师代表出来，老师真的这样啥话写到了。你在今年吗？可以办，去留着。那老师，我签证是在找哪边？签证是在 visa。那我要去办签证，所以我把弄不了了啊，visa 不弄不了，就是上月没录吧。我要去办签证是在老师 visa 啊。那老师，这个是老师找哪一个呢？就是不只是语法不，老师 grammar 在哪不？那 grammar 有可能找哪？哎，我如我啥面积的对联都听高听来没？得给人家咋面的啊？没必要，就是。哦，这个中文的啥的，有的时候听不了不咯。